可爱的招财猫会带来新年的好福气。今天艾米就教大家这个款式哦。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完成红色打底后，用小笔取雷尼原创彩绘胶的金色，在甲面前端画出猫的身体。再在两侧画出对称的耳朵。找灯，重复上色，增加饱和度。找灯，刷上加固胶。找灯，用红色为猫耳上色。找灯，然后点出鼻子，再换用拉线笔取黑色画出眼睛、嘴和胡须。记得照灯哦，画出红绳，照灯，再用黑色在绳子下方画出菱形色块。找灯，然后在绳中央粘贴饰品。找灯，刷上封层，最后为菱形色块贴上微钻，找干就可以啦。招财猫摆在店里，吉祥又吸睛，快快动手做一套打板吧！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